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假面骑士铠武推出的魂限定，这是阵雨铠武，这是铠武形态的阵雨形态，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评测。因为这一款是我带来送给星空的嘛，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去给大家拍，然后临走之前先把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更新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这一款我当年入手的价格是350左右啊，